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逻辑，那获胜的最大可能就是连赢三局。嗯，明白。对，最大的获胜可能就是最后两次出一颗和一颗。嗯，明白。对吧？然后前三次分别用相应的数字来计算到最多，这是最大的。那你如果是你这个逻辑的话，是我的话，我就出一个，就让你先赢。这也是一种玩法，对，就是我浪费你的，对，就是你一上来，你如果一上来给了我20多个、30多个，我只用一颗就换掉了。就比如说你现在说出一个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得到，他们一样想得到，对。而且我出一个，他出一个，没有人会赢。他出一个的时候，我们出两个，那我们是不是就赢了？我觉得第一把大家上来不会出很多，不会给得很狠，3个还是5个？我刚推了一圈，我觉得是3个。